不是哥们儿，这历史书怎么越学越厚啊？事情的起因是我国考古队在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里新探索出了16个奇怪的字符，不属于之前上下5000年所知的任何一种文字。由于字符比较独特，于是考古专家们深入研究，进行了碳十四核素检测，结果发现这些字符是来自于8000年前的虞朝。别说老外大吃一惊了，就连我这个老内都得一脸懵逼，5000年前的夏朝都还处于探索时期，8000年前的虞朝就又蹦出来了。而咱从小就读顺口的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，现在也该改口了，这还得多谢考古队的细致观察、不懈努力，才使得如今的中国历史底蕴又增加3000年。咱本就不薄的历史书，这样一来更是雪上加霜了。而且咱们27万平方米的大地湾遗址才开发了0.5%，这样挖下去，指不定还能发现什么东西呢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之前所说的三皇五帝和传说里的人物都属于虞朝。按我们现在的发掘进度，《山海经》变成纪实文学，怕不是梦了。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、盘古开天地的神话，也说不好能逐一证实。这样一想，那挖些修仙功法什么的也很合理了吧？到时候要么开启全民修仙时代，要么一起去万魂幡里做好兄弟啊！秦始皇，你们后人想不到吧？当时寡人学的也是上下5000年。